湛江乐迷见面会龙源音乐。大斌是老大，他说了算的那个。你看我这老板，对吧？你看这，这就是一个平易近人的点。是啊，是啊。做音乐的投入的成本，要比做一个唱人声的那个投入成本是翻几十倍的。哎呀，理解对吧？谢谢各位大师提供那么多生活上的乐趣。我姓陈的，在群里面呢，我叫金麒麟。是想听好的好的产品，好的作品出来。很用心的去听这个，我不单只听了，我还拿录音磁带录了，录下来我还自己设计了封面。从湛江带过来签名的、哦，早知道我也拆全拆的拿过来。对，我要拆过来也100多张。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。欧总，欧总。二三开始。